走了。这个时候船啊、生涯的摆道出现了，很会耶。来，我们看左边的镜头，右边的镜头。这时候换精神领袖周董周思齐来上场代打。落后九分了，所以让周董周思齐上场来试试手感。两好一坏，切了一下，在左半边落地行船打。周董今天球季的第二战打出现，现在让台北大巨蛋的象迷们高声欢呼，拼一下，走了。这个时候船啊、生涯的摆道出现了。哇，这个时候是一个挖地瓜，恭喜周董，这个时候拼出了生涯的摆道。哇，在6月16号星期天这天，马上王威成把这个纪念的摆道，礼包应该可以收起来了。礼包，恭喜周董在今天完成了生涯的摆道。很会耶。来，我们看左边的镜头，右边的镜头。